高雄市张启煌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徐立安医师，然后我们今天在南区国税局展览本土生命绘本的巡回展览。那这是我们举办本土生命绘本跟动画的创作比赛，那历届的得奖作品里面挑出来的精选，那很荣幸在南区国税局配合办这样的奖展览作品。那今天我会做导览，那我背后这一个系列是红豆牛奶冰棒，这是一个小女孩的作品，她拿到我们绘画绘本比赛的金奖。那领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只有15岁，是一个艺术班美术班的孩子。那这是画她跟她阿嬷的故事，就是阿嬷后来不见了，但是大人不告诉她，就骗她说阿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那其实阿嬷是已经走了，就是我们说死掉了，但是大人通常都骗孩子。那这个小女孩跟阿嬷的最深刻的连结就是阿嬷会带她去然后买红豆牛奶冰棒，所以后来她只要吃到红豆牛奶冰棒就会想到阿嬷。那我们觉得就是人会有生老病死，那最后留下来的是回忆。那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将来作为思念的连结，对孩子或是对社会大众做一个安宁疗护跟生死学的社会教育，希望在健康的时候就思考我们必然的将来，就是我们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家属，最后自己会成为末期病人。那在末期或者临终的阶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照顾，或者我们拒绝什么样的处置，这是在健康的时候先思考好。那我们安宁要强调尊重自主权，尊重个别差异，那希望是家属可以尊重末期病人。可是我们现况看到的是末期病人希望不要继续受折磨，但是家属却希望跟亲人长相左右，所以家属就会联合医护人员继续去折磨末期病人。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就会不小心成为多数暴力跟霸凌的帮凶，所以我们会希望社会大众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将来末期的时候希望受到尊重，那现在当我们不幸成为家属的时候，应该尊重这个末期病人的决定，然后全力去配合他去演出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戏。那我们在这南区国税局展览的很多组的得奖的作品，那邀请社会大众来观赏并且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世界的本土生命绘本跟动画的比赛的得奖作品，那其中有很多件是金奖，我们后来做了7本的绘本，那今天来展出的大概有好像5本，就其中5本绘本在现场，这是原作展出这样。那很荣幸，但是有点感伤，因为那个南区国税局搭上末班车，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个时候我就可能要开始邀请大家来参加明年的比赛，但是我们那个全国安宁疗护绘画比赛呢，到今年第14届，明年就没有要办第15届了。好，那得奖作品呢，颁奖典礼后我们就想说，总不能颁完奖就把它放在仓库，何况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仓库可以放，那要不要让它出去发挥一个社会教育的功能？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第3届开始，我们就出去巡回展览，那我们就给它定义叫安宁疗行动美术馆。那为什么？因为我在讲安宁疗的演讲的时候，就很多人不敢来听，光听到安宁疗护那个就觉得很可怕。那可是欣赏艺术是人之常情，就我们希望这些得奖作品在不同的公共场所，在医院、在学校、在公家单位，可以欣赏这个画作，然后看作者的说明，然后呢去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将来。好，就是我在跟医护人演讲的时候会讲说，其实我们医护人身份是暂时借用的，我们有一个最真实的身份，就是我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家属，我的亲人会末期，最后我自己会成为末期病人。那我们现在避而不谈，可是将来到时候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健康的时候把这个叫做不着痕迹的生死教育，就透过欣赏艺术，然后呢让你开始对这件事情有思考，然后这样的安疗行动美术馆呢，我们这12年来到现在年底结算大概将近500场，所以南区国税局这里可能是490几场，好，就是已经要结尾了。那很抱歉，这一些历年来得奖画作，明年也要收回来盘整，就不再暂时不再出去展览，所以这算是赶上的那个末班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把台南的市民，甚至你外县市的亲朋好友都尽量找来，好来观赏这得奖作品。那今天来了呢，那前面那个桌子的那个绘本跟我们的刊物，好可以拿。那刊物就是今年第14届全国安疗绘画比赛得奖作品的精选集。那那个绘本呢是3本，也是其中一件展览作品的样子。那大家这是送给大家的礼物。那很荣幸来到这边，然后呢我也借机跟大家做我的副业，在当医生啊，我现在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安宁疗护跟生死学的社会教育。好，那所以任何地方如果有需要讲这件事情，那可以跟我邀，然后我去你们的单位做演讲这样。好，那我说这件事情是大家共同的命运，所以我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呢教会找我演讲我还是去。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说不管你信什么教，到头来都是死路一条，没有一个逃得掉。那可不可以在健康的时候就为这件事情预做准备，而不是像我过去在花莲慈济民国85年就开了安宁病房，叫心莲病房。民国95年我在蜀立花莲医院开了安宁病房，我在蜀花当教育科主任。那我说我们遇到的第一线的这些末期病人跟家属，都是叫做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手足无措、六神无主。那为什么不在健康的时候开始预做准备，然后去了解说将来有一天我末期的时候，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或者我拒绝什么样的处置。好，那这是在健康的时候就要预先思考好的，那将来我才可以跟家属说，来我们共同来尊重一下病人的意愿。我去年发现一个真理，我说末期病人都希望不要继续受折磨，但是家属却希望跟亲人长相左右。那我们医疗现场通常没有在问病人，都问家属，那家属就会联合医护人员继续去折磨末期病人，那我们就会不小心，医护人就成为家属多数暴力跟霸凌的帮凶。好，可是将来有一天我成为末期病人，我会愿意这样被欺负吗？还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尊重我的自主权，尊重我的个别差异？那这是安宁疗护在强调的尊重自主权、尊重个别差异的概念。好，所以因为开幕有时间可以讲一点点话，看怎么样借阅这样。好，那今天就趁这个机会来证书，谢谢。